人只有获取跟繁殖的两种主要的行为。我们东方孔子也这么说啊，食跟色性的。今天如果各位吃过早餐的，你可能满足了。假如今天你坐在这里还没有吃早餐，你可能想，我在这里干什么？肚子饿了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白天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可能 OK 的，但是晚上你觉得，你觉得某一种欲望突然从跟着晚上阴影来的时候就来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生命？在东方有一句话叫做长江嘛，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坐在长江上面，那船来来往往。很多人说为的是两个什么？是名跟利。你看到这个叫片象，你看到的是现象，你感触到的现象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个你没有感触到的所谓结构。今天我们住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各个房子呢都有各种的外表、不同的形式、